我们破除了所有大家刚刚提给我的问题。第一个，有小孩的家庭搞不搞得定？可以。我一开始带了那么多大小孩，汗臭就会的小孩。第二个，猫小孩的家庭有没有搞定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啊，你装备很多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准备冲浪了。啊，可以哦，好，那装备多啊，朋友多，三代同堂家庭是不是都被搞定了？非常够。那个全逻辑的数位仪表板，再搭旁边8.25寸的触控萤幕，这样子轻轻一碰动，什么都可以。对，哎，我们车子上来，我 keyless 直接就可以开，很方便。哎，刚载起来有吃力吗？我觉得他刚载满满的7个人，然后还有2只毛小孩，其实我觉得他那个轻轻一踩，他其实就很好走，因为我高度的。科技控哦，我的 App Connect 上去了啊，手机导航也上去了，什么东西都在前面，做动 ACC 简直不要太方便了。我就是让都几下全逻辑数位仪表，彩色的让你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也喜欢哈、哦？超喜欢，第一次用就可以换车。有，它还有那种双重 SCR 的废气处理系统了，就是叫节能，就是叫环保。再加上我今天在市区开它找你之前哦、嗯，我超爱用引擎滑行的啊，真的，因为你看这省油门嘛，对，让它滑。就好了，对，油耗数字报给大家听，20.2公里，哎，超省油，省啊，对不对？超省，可以少跑一点加油站这样子，更不用说 IQ Drive 很简单，它一次就会，它的介入是轻盈的，然后温柔的，就是完全德国制造底盘的感觉，就是不太一样，而且它现在又给4年不限里程的保固，用力给它开4年，真的努力开，有人照你怕什么？对。帮我们按个喜欢，留言写下你想看到的车款，并且把我们影片分享给所有你喜欢车子的朋友。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更多车款的开箱评比、试驾，统统都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变成微微跨界大赢家吧！